翻呢個大腿嗰個肌肉，自己都可以調整到。呢個係坐低，係就唔係彎腰向前啊。係，好啦，咁我哋保持翻呢個姿勢，得啦。然之後慢慢起翻。咁你知唔知其實一把細即係大同埋小朋友做運動嘅時候要注意啲咩咧？首先就要注意翻就係話。我剛才所說的動作啦，動靜學啦，要平衡到自己啦，量力而為啦。當你覺得不平衡的地方就要放手了。嗯，就不要減你啦。尤其是大人咧，就盡量避免雙腳伸直彎低。咁有陣時我哋啲肌肉嗰個柔韌度咧，嗰個情況唔係咁好嘅時候，要正常。咁就量力而為，係啦。咁啊，唔該曬師傅啊嚇。咁啊，最後翻嚟咧，依然有好多精彩節目噶，唔好行開成邊。一到六七月又是時候放暑假了，不少學生都會趁著這個時間做暑期工爭取工作經驗，但暑期工陷阱更多，怎樣做才可以令自己不會墮入陷阱呢？一陣專人和你講解。重新的發展要都要上位，之後請你收集我們警方